大家好，我是双双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南。我们俩最近几天太忙了，我们刚从通辽回来。哎，不少朋友都说你们两个今年怎么不算账了呢？那个账给大家公布一下啊，是赚了，是亏了，是亏多少？不是不拍，是太忙了。今天终于有时间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统计好的数据。先跟大家说个结论吧，亏钱了。买牛的成本大家都知道10800，然后这个现在这个数字是饲养成本，我们买的每一批的料，包括我们自己家的苞米都折成钱放在这儿。买苞米每一次都是十多吨，就2万多斤两三万斤那个样子，一共买了6次，然后算上自己家的一共7批苞米，一共是花了198131。贵的苞米1.478的，然后便宜的1.4左右的都买，1.35都买过。接下来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头，饲料。朋友们都知道我们今年赔钱了，然后我们的榜一大哥，崇中福穆乐的老板崇志强崇大哥也知道我们赔钱了。我们饲料款应该是22万2100多块钱，然后我们花费的饲料是20万。崇哥给我们抹了2万2千多块钱，照顾我们两个。然后大家也都知道，也都看见那个视频了，就是我们再往下有一个就是更深入的合作，也希望大家多多捧场，多多支持。接下来就是草钱，我们这一批陆陆续续的买草，没有一次性的买，因为我们家地方小。然后我们一共是买了52728块钱的草，当然了，现在还剩有15到20吨，就是咱们往少了说，大概剩15吨，我们就准备直接喂下批的小牛了。对，嗯，因为今年买的是那个草块，成本比去年的要高一点，即使这样的话，每头牛也没均到1000块钱。对，其实草钱还是挺便宜的。接下来就是小苏达，因为小苏达多少钱的都买过，100斤装的、50斤装的，只有钱数，就是袋数就查不过来了。嗯、然后一共是花费了2525块钱。对，然后还有药品，嗯，今年药品花费是极少的。我们家60头牛，就买60头牛啊，当然卖的时候不是60头，药一共就花了4557块钱。这中间呢还包括1800块钱的应激针，就是应激的药品，就是买回来牛前3天就用了。去了这个应激针，一共就剩2000多块钱，就均到这些牛身上，每头牛30多块钱。今年这个牛不生病。还有一个就是苞米压片，压片这买多少多少，反正玉米压片用的不多，都是一次2-3吨、2-3吨的送。一共是花了40630。咱们家是从后期，是不是中后期开始用的？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没有从小阶段开始用。为了有4个月，嗯，差不多。3-4个月那个样嘛，所以玉米压片花的也不多。好了，数字都已经汇总完了。我们今年这个喂养，就是从进栏到出栏，每头牛的喂养成本是在8379块钱。但如果说料场的大哥不给我们便宜那2万。均到每头牛身上应该是8700多块钱，也算符合预期。我们最初想的是8000能喂出栏，但料一直涨价，一直涨价，我们就控制在9000以内，还行。就是大哥不给我们便宜，也在9000以内。然后我们买牛的成本大家都知道10800，然后每头牛的成本就是19179。我这60头牛。就是我们按60头牛算，总投资是115760块钱。牛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入栏的平均体重是470斤，出栏的平均体重，就是装大车的啊，上了大车的这58头牛，铁牛就别算了，铁牛实在是，你懂的。这58头牛的平均体重是1431斤，然后每一斤价格是12.75块，平均卖了是。18245块钱。对，然后58头牛一共卖了是105万8210，然后这个是58头牛的钱，还得加上什么？加上一个小铁牛卖了12000，大家都知道。对，还有一个我们中期，就是
中间出栏的有一头，大家应该还记得，一共60头牛嘛，那头牛卖了1个 W， 就是1万，再加个22000，所以我们这60头牛一共卖了108万，对，108万0210，这个是总数啊，一毛都不能差。哎呀，现在就跟大家公布一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亏了多少钱？你说吧。我说你说不一样吗？你说算你亏的。啊、哦，我亏的。一共我们赔了70550块钱。哎呀，这个也是人家，对吧？我们料场有一点补助，要是没有这个补助，我们就得照10万使劲了。9万多了，朋友们。对，接近10万了。今年都不容易，养牛人亏的太多了。我们这个还好，就是一头牛亏到多少钱呢？不到1500吧。按这个是不到1500，如果是不补贴那个就1500往上了。所以我们也跟大家一样。以上的这些数字都是我们每一笔每一笔记录下来的，当然这里面也可能会存在说，就我们两个买了什么小东西，然后忘记记账的也有可能，但是大的数字不会差很多，就是，不存在说这个有几万块钱的东西没记的，那是不存在的。这个数字呢，仅供大家参考。我们赔的这些钱呢，不代表所有人。如果各位朋友们，你们也赔钱了，评论区里说出来，对吧？不丢人，不寒碜。跟我们分享一下，让我们开心开心。